了解是现场有发明人事先前与住户有发生纠纷，来找住户要说清楚。警方以优势警力到达现场后，经调查确定尚未发生斗殴，幸好警方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制止乡民的一场冲突，将现场八人带回，全案依涉事法意图聚众斗殴罪嫌送办。